芝麻街的饼干怪兽，最卖力的爆笑演出。饼干怪兽将饰演特务077，精彩的电影情节《饼干争夺战》即将展开。有人偷走了我的皇冠饼啊！平安无事到永远了。等一下下，皇冠是用什么做的？太棒了！1月24日起，周日晚上8:45，饼干怪兽也很大，六合TV搞笑登场。